每一个人都觉得牺牲是一种痛苦，可是他们往往对一个很重要的人需要保护。可是对我来说，如果还有多一次机会的话，我会从头再来一次。这是我跟我妹妹的故事，一个很普通、很普通的故事。其他人决定。妹在哪里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我们应该去找爸爸了。我知道了。哥哥，我又饿了。你不是刚刚吃吗？可是我又饿了。我们快就回来，不要动啊！南哥啊，我没有钱，可以给我一两一包吗 ？OK， 可以，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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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。一两一包而已，不可以了，走开。安全了吗？好的，走。哥哥，你要吃吗？不用，你吃吧。哥哥，你在做什么？没有，没有。你吃吧，不够告诉我。尽快的哥，我们去找一个地方避一避。哥哥，我好累。丽丽，丽丽，你还好吗？我很冷，非常冷。为什么这么少？
将就一点，就这样。跟我走吧，跟我走。我们去哪里？不要管了，不要管。你站住！站住！等我。喏，就差少林家了。我是他，给我打！就是这样死的，我不伤心，也不难过，我只是失望，我已经不能够再照顾我妹妹了。现在，我只希望我的妹妹能够继续地活下去。我不痛苦，因为牺牲也是一种快乐。